我觉得它的隐秘性非常好，影厅如果碰到仇人的话应该也没有人会发现。我们会通知大家来拍。我就谢谢哦。有几次觉得说，哎，看到狗仔了，很想躲起来，然后后来躲到一半，觉得说应该是他们要躲吧，为什么是我要逃啊？不怕不怕，信义区现在有豪华又隐秘的微秀影厅开幕，之后跟刘导约会就更透懂啦。是说都稳交三年了，在座记者大大自然没忘记关心婚事进度。交往就是都是以结婚前提为交往嘛，但你至于说到底是什么时候，我觉得一如我之前跟大家讲，就是会在对的时机点跟大家说。关于结婚的问题，应该就每年过年回家都家族很多人这样聚在一起。对啊，所以今年有什么特别的计划？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。在初二的时候会要有一个装扮，男友也要一起办吗？他去年有办，所以今年应该也会。他会，我们会互相消耗对方。哦，我不能讲。家族人口大概是多少？大概100吧。没有啊，开玩笑的啦。我婆婆家里面就大概30平左右，基本上过年所有小朋友都会挤在婆婆家睡觉，客厅跟餐厅基本上是打地铺的，所以一路睡到靠近厨房，就全部睡满。那洗澡我们都要洗到半夜。对，就是大家，我们就要轮流，我们都会从基本上就是从下午4点到早上4点这段时间。娱乐动新闻，你想来吗？可以安排你第一个洗报道。